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中立后站金店面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在一楼的店面一进门的位置。好，现在我们到另外一边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往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上二楼。现在我们在二楼的店，二楼的空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二楼的后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二楼的卧室。好，我们来看二楼的后阳台。好，我们出来，回到外面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二楼的卫浴间。好，现在我们退出来，直接回到一楼的店面。